Stevia 月亮菜。我知道在马来西亚有很多很有才华的年轻人，可是就没有好的平台让你们好好的发挥你们的才华。可是现在不一样了，只要你参加2013年 Youth Creative 公益短片比赛，你就将有可能成为下一位李安。所谓生命的美由你来发掘，社会的爱由你来传递。我们等待你的参与，期待你的产品。